基隆外木山下午有巨石崩落，差点砸中路过车辆，疑似是连日大雨的影响，数颗巨石从山壁滑落，发出了轰然巨响，其中一颗巨石几乎跟一辆小货车一样大。目击民众表示，原本听到了巨大声音，以为是有直升机低飞靠近，后来才发现是山壁落石，全都吓傻了。而在事发前几秒钟，才有一台休旅车经过，车上七人也直说佛祖有保佑。民众惊呼连连，因为有好几颗巨石不断从山壁上崩落，其中一颗巨无霸落石还差点砸中一台路过的休旅车。所幸休旅车开得快，幸运躲过一劫。不过驾驶直到下车后才惊觉，一行七个人只差几秒钟就被砸中。他下来买咖啡，他才知道石头是从他们后面砸下来，他觉得佛祖有保庇啊。事情就发生在5号下午1点，最大的巨石卡在外木山路中央，就像是一辆小货车，几乎占据一个车道，而高度更比消防队员高出将近3颗头，让消防队员都直呼这应该有几十吨重。由于不知何时还有落石，民众都不敢从旁边经过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目击民众还原事发经过仍余悸犹存，就是轰轰轰的声音，像飞机撞山那种声音，声音快没就看到石头，然后那台车刚好闪过，这边看是会砸到那台车子。我自己我看的就蛮惊吓的，目睹灾难现场。我们抵达现场发现巨石很巨大，已经没有落石了，所以我们两侧拉警戒绳，就怕会有民众误闯发生意外，现场拉起警戒绳。由于基隆已经连续下了21天的雨，五号虽然雨势暂缓，但仍阴雨绵绵。是否因为土石松软导致巨石崩落，相关单位还要进一步厘清。这蔡志恒基隆报道。邮局出租办公大楼当起包租公，这是台中的岭东邮局耗资4.6亿打造新大楼，为了活化空间增加收入，一楼是邮局业务空间，2楼以上就改成自营出租套房，租金依空间的大小从6500到18000元不等，比起市区同房型大约便宜了2000到3000元。目前88间的套房已经出租了81间，非常的抢手，预估一年可以为邮局带来1000万元以上的收入。单人套房床铺桌椅冰箱基本设备一应俱全，民众只要一卡皮箱就能入住，想要大空间的有一房一厅或两房一厅可以挑选，但您可能没想过入住地点竟然是邮局大楼。基信汇款既包括套房，一楼就是台中岭东邮局，中华邮政花费4.6亿迁址新建，2到6楼空间一共打造88间套房，租金依空间大小从6500到18000元不等。1月24号招租，短短5天超过500组客人看房，88间套房已出租81间，几乎晚租。租屋的族群应该都是在一般的上班族、小家庭以及学生，它是全新的房子。然后全新的家具符合市场行情，甚至稍微便宜一点，好像 CP 值非常的高。看看邮局推出的套房 CP 值有多高，同样地段相同坪数一样基本设备，一般独立套房租金落在10000元左右，邮局套房只要7500，便宜了2500元。很心动，因为它里面配备全部都有，你只要带着你的行李过来住就 OK 了啊，租金也还好，不会太贵，安全还有保全就是比较有安全性了。邮局首度当起包租公，成功收获大批租客，预估一年下来可为邮局带来1000万元收入。但有民众觉得住房和服务品质得再观望，邮局则表示已安排职员担起服务重任，不只专注邮务，也得把房东工作做到最好。记者曾部蔡报。新北市芦洲区有妇人买刮刮乐，她想起前一天梦到了4只蝴蝶，就一口气买了4张2000元的刮刮乐来试手气，结果4张都中奖，最后一张还刮出了100万奖金。老板娘，我要买2000块的刮刮乐。过年期间，台彩总加码8.8亿，全台风刮刮乐，尤其2000万超级红包更是夯到不行。有妇人买刮刮乐前一天梦见蝴蝶，巧就巧在一进门又看到，果真幸运之神来了，刮中100万奖金。挑了4张，结果第一张刮就刮中了10000块，他在那边大叫，运气也不会太好了。这对年约40岁的夫妻前往新北芦洲的彩券行，太太说自己才梦到4只蝴蝶在天上。上飞难道是好兆头？老板娘说：“真的太巧了，因为她昨晚也梦到一只七彩蛇在脚底下转。”夫人一口气买了4张刮刮乐试手气，结果第一张中了10000，2、3张也各中5000，好运挡不住，最后一张竟然刮中100万。第3张刮下去，
又是五千，哇，真的是一百万。有人在说七彩蛇在是代表是不是土地公？同样幸运的还不止他，嫁来台湾的印尼籍妈妈因为疫情无法返乡，干脆把存下来的机票钱拿来买刮刮乐。没有想到第一张中了2000元之后，第二张刮完更是乐翻了。查那个英文字嘛，才知道是100万。他也没有天天，大概是一个礼拜两次吧。排在他后面啊，他买一张，他抱一个小孩，牵一个小孩。老板说，这位印尼妈妈一上门，还先向店里的弥勒佛拜拜，祈求好运气。没有想到真的刮中百万。他说，原本不能回家的狱卒心情，现在全变好了，还能帮家里买新房子，超开心。记者邱婷杨浩新北采访报道。台南有一个车轮饼摊的菜单上有一个奇特品项叫做秋栗母，让民众有看没有懂，引发了网友热议，笑说难道是因为老板姓邱吗？到底这是什么口味呢？带你一块去看看。面糊烤出香气，放上馅料，摊子前人气旺。抬头看菜单，有红豆饼、花生饼，但中间这秋栗母又是什么？不太了解，会不会觉得是老板姓邱啊？不知道，有可能吧。有看没有懂，按字面意思猜猜乐，笑称莫非老板姓邱？还有人大喊秋栗，有人在找你妈妈。倒也有网友秒解答说，秋栗母是日语发音，选我正解。就是苦栗母啊，也一直就是奶油。朋友看不懂都会跑来问啊，我觉得很有趣。苦栗母这样子翻译。小老板解答的确就是如此，日语发音，中文音译，意思就是奶油。民国40几年就摆摊，保留阿嬷口味。菜单秋栗母算是台语日语腔调结合，讲台语改通。袂讲巴达，袂讲奶油，就是种做法。另一间店也是直接翻，用的是比较常见的克林姆，不过一样怕民众看不懂，还附注奶油口味。用什么奶油？伊会讲安尼，到有咧卖奶油的安尼。时间、地区不同，用词。不同，不变的是口味没变。下回看见秋栗母，大胆点下去就是奶油啦。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。